这是一碗鳗鱼饭，这是吃着鳗鱼饭的人，这是一只带裂解的鳗鱼，这是有着30年烤鳗经验的大姐，这是一群嗷嗷待哺的鳗鱼，这是养着一大池鳗鱼的庄先生。因为好吃的鳗鱼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，每尾鳗鱼的背后都承载着养殖户的辛劳，他日以继夜的维护，确保这片水域充满生机，在这片宁静的水域等待日出缓缓升起。我们进入鳗鱼的生态环境，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养殖池，更是一个将鳗鱼的鲜美味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地方。有着丰富喂养经验的养殖户，需随时注意鳗鱼进食的速度，避免饵料剩下过多而导致水质浑浊。这里使用的饵料都经过严格的认证，确保每一尾鳗鱼都能够获得最优质的营养，严选最合适的饲料，维持最澄澈的水质。呵护着最得来不易的鳗鱼，是确保每一口鳗鱼都充满新鲜美味的秘密。品农坊，只为你选择最好的。